本期讲解一个零撸项目，看广告赚钱，单机赚40，小白当天上手可矩阵操作日入100以上的一个项目，啊，是看广告就能赚钱的项目。经过实测，单机每天能赚40到50，这类项目可以一个人自己玩，每天空闲的时候操作一下就可以了，一天的饭钱就能到手，很轻松。想要更高收益的话，需要一些养鸡的技巧，同时可以多个手机进行矩阵操作啊。而团长推广裂变极快，一个月下来1000搞下来500块钱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啊，包括项目的介绍、项目的准备、项目的实操都有详细的讲解啊，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啊，只要刷手机刷看看广告就能赚到钱，虽然赚的不多啊，每天赚个饭钱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零撸项目，或者是看广告赚米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